写那种这个伤的嘛伤。你睇個新聞都知道，伊斯蘭國幾個分支叫做伊斯蘭國庫羅山省，咪係琴日咪發動個恐襲咧？喺夏布爾機場，180多人死亡，13個美軍，其餘90多個，其餘嗰100多個就係阿富汗嗰啲人。後屘阿拜登咧就話要報復。就今日就美軍就轟炸伊斯蘭國嗰個據點，炸死一個人。但係咁樣唔叫報復，因為你話報復，你可以話係有炸有傷眼，你講要淨係炸一個唔叫報復啊！死咗百幾個人命，你就剩低一個人。呢個播新聞咩？呢個 first side of the stage 啊，2個鐘頭，佢內容都包括嗰啲人花水啊，同埋唱咩歌。呢幾日咧 ，BF 唔係免費認真2日啫。你可以免費玩呢2日，但係2日之後要俾錢買。不過你嗰啲記錄咧會 save 低嘅。假如講你呢兩日免費玩就嗰啲記錄都喺保留，你買完之後可以繼續玩。琴日都見到勁多嗰啲新手低勁低啲，全部低過廿啲。咁樣就係透過免費，我都中免費嘅，你知。同時間琴日又通知咗送多兩個遮蓋水，就遮同埋啟界熱水。我心諗，依家先免費送，可以話對於好多人，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好蝕底。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手月幾嘅時候，用咗1000個戰地，係買咗嗰個升級版嘅 Soccer 啦。依家係免費，咁咪即係你話俾我聽，我係白白嘥咗1000個戰地買。係有啲弱智嘅，啲字嘢都經常執，讀起資料就啊唔使用廿號機又計，不過廿號機有國際解入口。但係依家嗰啲戰利品或者連對幣都係錯嘅，反正都冇嘢買。佢都係送翻以前啲嘢俾你咧。
生開，所以都係嗰樣啦，你知啦。即係三十四，星期廿九，星期一三十，三星期三咪佢啊。咁對於我嚟講，冇嘢做，兼且冇搞啲嘢，冇我翻啦。因為好簡單，我冇交學費，我冇報課程，佢都冇報過咩作。玩 BF 嗰啲 moment， 特別對佢咧，咪個咪揸住架重坦克 BF 嘅人，揸差一個，同埋一個咧改傷害，揸住個裝甲火車都未買著，咪改傷害改到咧，依個性質唔怕，即係個炮彈射佢個火車要扣廿幾釐。通常你射入去都係扣一至兩釐嘅喎，但係佢竟然扣廿幾釐，後面又改傷害 ，BFA 有啲改傷害㗎嘛。仲記得揸住個火化裝甲車一百條機俾個野戰炮秒殺咗，甚至架仿炮裝甲車個仿炮射我車入去，我扣咁多釐佢嘅死咗，後面已經切咗。感覺上好似冇乜傳談，感覺啫。但不過過咗兩日之後又變翻嘅，變翻到傳得嚟傳談。我都知就係話過咗幾日之後唔會再嗰啲新手出現咗，應該係咁講。成日都人都講話見死不救，但我想講話見死不救，咁基本上啲人叫咩啊？見到我條屍彈唔夠，咁我唔救佢，大家彼此咁解。在政府上這個國旗和國徽條文
即係假如你喺現實生活或者你虛擬世界裏面，我個國旗都係俾人發現到。但我諗下 ，origin 佢侮辱嘅意思，例如中國國旗裏面將嗰五粒星變咗做五個病毒，咪好多人惡搞嘅。咁如果 origin 將嗰個惡搞咗嘅病毒嘅中國嗰個國旗咧，變咗做你嘅大頭，咁唔知會唔會犯法嘅？遊戲都犯法。我覺得遊戲唔犯法嘅，咁你 Facebook 啊或者你有啲連登啲網站應該犯法嘅，但係 game 就唔會，因為你只 game 咧，甚至你個 account 咧，全香港唔係冇咩人會用，冇咩人玩，冇咩人用我 Facebook 買機，係冇係冇嘅，好少嘅。就係 CCTV 咁樣，咪。喺交流站，喂，好多個 CCTV 嘅，啲人喺度驚。但係新聞商場或者鋪頭 CCTV 嚟嘅 PP 係要驚港鐵 CCTV。如果係我，我啲人點過？我喺港鐵交流站開，當睇唔到。但係好似好驚咁，我好明顯就係做咗音質事，其實好驚 CCTV 影住你。